弟弟，这位婶婶是谁呀？怎么脾气如此之差？你换的什么？爹爹呀。喂，这位婶婶，你领我爹爹这么近做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爹爹是有家室的人吗？北海上君何时有了家室？三界四海如何不知？你这小童休要胡言乱语。好了，莫要胡闹，这位是天宫景昭殿下。青墨，他真的是你的？我一直在北海地府，从没出来过，这回爹爹带我来看神兵，想不到这般热闹。您便是天宫的景昭殿下？小池见过景昭老祖。你说谁了？你这孽童竟如此放肆。我说错了吗？听说景昭老祖都20000多岁了，可我爹爹才几千岁呢。这么算起来，公主要是成婚的早，想必儿子都和爹爹这般大了，公主殿下自然是我的祖祖辈啊。你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我说错了吗？你是大孩子了，要学会礼貌待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方才你做的事情我都瞧见了。我可没动手啊。爹爹一身正气，怎一个帅字了得。放心，我绝不会像婶婶那样胡作非为。如此甚好啊。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，本殿就原谅你。行啊，不就是行礼吗？殿下要3跪9叩还是要尝一福地？殿下，我都是敢行这个礼，只是我怕我的礼你受不起。你的母亲身份还不知如何卑贱，区区一礼我有何受不起？殿下不要后悔便好。何人？怎么能引动天雷？我早就说过，我的礼你受不起。你是后池？